所以现在因为我们这边在管制，那里面还是有摄影记者在里面，是什么意思？没有啦，因为刚刚就有拍到你们就是跟着陈抗的人一起。那记者本来不就是要跟着新闻现场跑吗？对对对，你懂我的意思，你懂我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说清楚？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有拍到我今天在喊口号吗？有的话，我买一张威力彩给你，好不好？那个是我们那边最高的那一栋。那等一下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请试一下哈，谢谢。一电视。哎呀，我们如果刚刚没有进来的话，现在就比较不好，因为现在已经做一个管制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，你们记者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去的？就你们记者自己会互相知道，好不好？不是，那他们进去，我们应该就进得去。